大家好，我是摩纳哥的一名富豪，我的私人飞机在太平洋失事，所幸的我活了下来，从此我要在这座荒岛生存下去。咦，我这是在哪？这里的鲨鱼怎么这么多呢？下去瞧一瞧，准备投箭。这里面的鲨鱼太多，我一定要小心。我来到海底，往下攻击，漂亮，中标。这一成群的鲨鱼今天非要消灭你们不可。 OK， 有一条鲨鱼已经中标，今天我要慢慢的把这些鲨鱼全都消灭。我穿梭在它们之间，我要万万小心，随时随地要准备好攻击。幸好我射击的技术过硬，今天又可以练练手了。我选用这个角度，所幸安全。这些鲨鱼游来游去都没有咬到我，我要赶紧，速度快，出手快，攻击快。在鲨鱼还没有反击的时候，我要立马投。这一箭投得漂亮，已经消灭了好几只鲨鱼。看到海里面的鲨鱼越来越少，有一种成就感。哦，上来喘喘气，继续开始干活，准备时髦下海。哦，这些鲨鱼在转圈圈，它们难道是在玩躲猫猫的游戏吗？游来游去你追我赶的，真有点意思。这个角度最好投了。哇，游过来的这一只准备投，漂亮。被投中的鲨鱼已经越来越多，对着迎面来的鲨鱼投一箭，投得漂亮。成群的鲨鱼让我有点措手不及，这些插满长毛的鲨鱼你们也太顽固，处在这个深海中让我时刻提高警惕，害怕当中会带有一点惊喜。惊喜的是消灭了好几只鲨鱼，终于又干掉了一条大的白鲨。今天已经有点累了，现在已经好像手特别酸，今天暂且到这里了，再见了。